OK， 完成啦。OK， 清理完成啦。OK， 清理完成啦。那我们接。OK， 那清理完成啦。那我们现在地上有很多很多的器材，你看像有600D Pro， 然后两个 300D， 还有各种的控光设备。那我们这边有各种不同的柔光伞，有比较大的，像是有120公分，我比较喜欢这种。这种用雨伞开的，这种是用雨伞开的，就只要撑开就跟雨伞一样轻松，不会像那种其他的柔光伞还要一根一根慢慢插，那样子的效率比较低。然后这里还有我们的巨无霸 Sunbounce 反光板，然后这里还有我们的巨无霸摄影反光板，那这里还有一根巨无霸的摄影反光板，那这里还有一根巨无霸的摄影反光板，那 后面还有两个刚刚忘了，那这里还有一个巨无霸的摄影反光板，那后面那里还有两个影像稳定器，就是有点像是 Steadicam 的东西，就是有一个弹簧手臂跟影像稳定器的部分，那个是我刚刚没有想到。还有我们的超级巨无霸 Sunbounce， 还有我们的超级巨无霸 Sunbounce， 还有我们超级巨无霸 Sunbounce 反光板。那刚刚后面两个影像稳定器我刚刚没有。那还有我们的 Sunbounce， 那还有我们的 Sunbounce 超级巨无霸的反光板，那还有我们的 Sunbounce 超级巨无霸的反光板，还有两个影像稳定器，有点像是 Steadicam， 但是是不同品牌的，就是冒牌货的概念啦。然后还有我们的超级无敌巨无霸的摄影反光板，还有两个影像稳定器，那有点像是 Steadicam 的东西。但是它是冒牌货啦，就一样，就是机械，然后有弹簧手臂的背心这样子。那我们一样整理房间，最终目标是要把器材单列出来，所以我们现在就要把我们的摄影器材单全部列出来吧。然后还有我们超级巨无霸的 Sunbounce 摄影反光板，这个比人还要高，然后还有我们的超级巨无霸 Sunbounce 反光板，这个是比人还要高的摄影反光板，超瞎。然后后面还有两个影像稳定器，就是有点像是 Steadicam 的冒牌货。然后还有我们的 Sunbounce 超级巨无霸反光板，这个比人还要高的反光板。然后后面还有两个影像稳定器，就是有点像是 Steadicam 机械物理的影像稳定器。好，那我们一样整理房间，最终目标是要列出我所有的器材单，因为我器材太多了，不知道到底要怎么出给别人，所以我要把一个器材单。然后还有我们的巨无霸 Sunbounce 摄影反光板，这个比人还要高的摄影反光板，然后后面还有一个物理。然后还有我们的 Sunbounce 摄影反光板，然后还有这个比人还要高的摄影反光板 Sunbounce， 后面还有一个 Flycam， 就是机械的物理影像稳定器。那一样，我们整理房间最终目标是把器材单列出来，因为我器材太多了，没有办法。然后还有这个比人还要高的 Sunbounce 摄影反光板，后面还有一个机械的物理影像稳定器，就这样子。那一样，
我们最终目标是把我们所有的器材，那还有这个比人还要高的摄影反光板，后面还有两个机械的物理影像稳定器。那一样，我们整理房间最终目标是把器材单整理出来，因为我的摄影器材太多了。就如果有人要跟我出器材，我很难告诉他我有什么东西，所以我想要尽可能的把我们器材单列出来，这样就很明显的，他想要什么就可以直接跟我要。那我们就直接来列器材单咯。